第二十二题，甲乙丙丁四种物质的组成粒子如下图所示，何者属于混合物？我们晓得纯物质就是里面只有一种粒子，混合物就是里面有两种以上的粒子。甲都是一黑一白，所以是纯物质，不对。乙都是一个圈圈有个十字，所以纯物质也不对。丙都是两黑，所以也是纯物质也不对，只有丁可以找出这个四种不同的粒子，所以呢，丁是混合物。因此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何者属于混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丁。